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啊 ，An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我哋今日继续分享唐迪生作品列表。喺1950年咧，由郭先生剧团演出嘅《罪恶锁链》系由薛觉先、余丽珍同埋张汉升演出。同年咧，亦都系郭先生剧团演出《汉武帝梦回卫夫人》。亦都是由薛觉先、余丽珍和张汉升演出的。同年有大前程剧团演出的《吴公正旦斗西施》，是由石燕子、王千岁、上海妹还有半日安演出。新世界剧团演出的《胭脂红泪》，是由罗丽娟、陈燕棠、梁醒波和谭玉珍演出。跟住有新东方剧团演出的《裙带尊荣裙带风》，是由马思珍、文国飞、红线女和罗艳卿演出。有锦上添花剧团演出的《徐公十载菱花梦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。1950年更加有大龙凤剧团演出的《韩信一路斩虞姬》，是由新马思曾、方艳芬、梁醒波、麦炳荣演出。大龙凤剧团在同年亦都演出过《云化瑶台夜台花》，是由新马思曾、方艳芬、梁醒波和魏明珠演出。亦都有一寸相思一寸灰，亦都系由新马思曾、方艳芬、梁醒波同埋魏明心演出。大龙凤剧团喺同年亦有《一曲凤来仪》，系由新马思曾、方艳芬、邵昆仑同埋魏明心演出。至于锦上添花剧团咧？在1950年有《兴衰年我我年轻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的。而大龙凤剧团在1950年亦都有《元顺帝夜祭迎香儿》，是由新马思曾、方艳芬、梁醒波、魏明心演出。锦上添花剧团在1950年亦都有《横霸长江血芙蓉》，是由陈锦棠、王千岁、上海妹和半日安演出。而锦添花剧团在同年的11月咧，有《袈裟难掩离乱泪》，是由方艳芬、陈锦棠、任剑辉和白雪仙演出。锦上添花剧团在1951年就有《情花玉血向斜阳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罗艳卿演出。锦上添花剧团在同年亦都有《雍正与年羹尧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。锦上添花剧团在同年亦都有《锦湖艳姬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。锦上添花剧团在同年更加有《折腐可怜宵》，是由原班人马演出。至于锦上添花剧团的另一套主演出就是《杨柳攀折销魂柳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余丽珍演出。大龙凤剧团在1951年有《一字落花成雨后》，是由何非凡、方艳芬、白龙珠和郑曼霞演出。同年大龙凤剧团亦都演出《月落乌啼霜满天》，是由何非凡、方艳芬、白龙珠和郑曼霞演出。而锦上添花剧团在1951年亦都有演出《独
今年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余丽珍演出。大金龙剧团在1951年就演出《仙女牧羊》，是由马思曾、陈锦棠、红善女和饮者等演出。至于大四喜剧团呢，在1951年11月呢就有《金面如来》，是由新马思曾、谭玉珍、廖合怀和白龙珠演出。而大罗天剧团呢，在1951年10月亦都有《风流夜合花》，是由何非凡、方艳芬、白龙珠和梁醒波演出。至于大金龙剧团呢，在1951年11月亦都有《桃城兼孤泪》，是由马思曾、陈锦棠、饮者和红线女合演的。至于大四喜剧团就在同年11月是《一剑能消天下手》，由新马思曾、谭玉珍、廖合怀和白龙珠合演。另外1951年呢，有普长春剧团演出的《蛮女吹妆嫁玉郎》，是由石燕子、何非凡、红线女和梁醒波合演。在1952年1月有大龙凤剧团演出的《万里云山一眼归》，是由新马思曾、方艳芬、梁醒波和魏明心演出。在1952年的2月呢，就有大欢喜剧团演出的《彩云仙子闹禅台》，是由石燕子、何非凡、邓碧云和梁醒波合演的。至于喜临门剧团，在1952年就有《夜夜念奴娇》，是由何非凡、邓碧云、梁醒波和邵新权演出。同年喜临门剧团亦有《汉宫蝴蝶梦》，是由何非凡、邓碧云、梁醒波和邵新权合演。好，今日就分享到呢一度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同埋记得订阅啦，拜拜。